本作品由畅读书城出品。熏香习俗源远流长，早在先秦便有人开发盐香之术，常以蕙、兰、玉、芷等百花为原料，用以熏体生香。更有甚者，在神木、妖兽身上取材，研制上古奇香，其功效各异，可治愈顽疾，增长天赋，乃至万物回春。香料原是皇室御用，但随着朝代更迭，逐渐走入民间，如今已是到了全盛的时期。呀，好渴！别让这妖族跑了，拦住他！快把门降下！啊，好香，冰凉的，断断续续，在夜风里。啊，该死，都到这儿了，还想逃？切，真弱。气味在那边。先生，你救一救我的命根子呀！这位客官，小店已经打烊了，而且这里也不是卖花的。啊，原来不是吗？那这里何故这么香啊？这句话我就当夸奖收下了，小店做的都是些香料买卖。聚顶灵光，可惜了，这书生不识货。唉，送到嘴边的肉不吃白不吃。我是这里的盐香师刘烨，你这盆花我倒有办法。雀儿，把涂无香的原料取一份过来。哎，好的。听先生说的，难道这香料还能使得树木再生？哼，盐香之术，选天地之才，和阴阳之气，说不定连死者复生都能做到。区区花草，又岂在话下？还能死者复生？先生可真会说笑。公子，涂香的原料只剩下这一份了，可别浪费了。好好，我明天再去采购就是了，只要按照我的香方混合原料，使之融合，再结于水。最后赤以火，方可满室异香。好精心的木香，仿佛让人精神一振。哇，还真活了。每日香薰三刻钟，不出半月便可见效。多谢先生，但我一贫苦书生，身上银两恐怕……不必着急，来日方长，报酬我以后自会来取。时辰不早了，客官还是早点回家吧。这几日长安城夜里可不太平。公子，你先上去休息吧，剩下的雀儿收拾就好。那就辛苦你了。打烊了还能钓到大鱼，运气不差啊。找到了，好棒的气味，在这个人类身上。
这个也剩的不多了，那明天一并采购回来吧。你是妖？这家伙在吸血，失血比想象中快好多，拽不开。这下真的糟了。雀儿，公子，你怎么样？一听到动静，雀儿就赶过来了。有点痛，但还好。只是我没想到，这样一副身体，居然还有人感兴趣。总算醒了。啊！陌生男人的声音。需要我自报家门吗？啊！不是，同学，你到底在谋什么？启禀陛下，你该不会是不懂讲汉文吧？啊！你到底在说什么？又想咬我吗？同样的招数可不会奏效。哼，果然是愚蠢的中原人。